我觉得他的肝应该有改善，应该有消炎，因为他这几天胃不好，就突然住回来，前两天应该是就突然很好了，应该药已经在起作用，哎，身体也比较舒服。你看你吃光光啊，等一下再。哇，珍妮这么棒啊！哟，好棒棒，妈妈倒牛奶，倒牛奶。